印度的这个博物馆里面的。接下来再看，到了藏传佛教，图像的演变就会变成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千手代表能力，每一个手里面有眼睛，代表智慧。那它有11个头，代表华严经十地。然后每一个头可以向右旋转，白色的代表慈宁静，红色的代表慈悲，绿色的代表愤怒。所以希望大家听这个观音法门呢，你要知道观音菩萨不是只有显现慈悲像，也有很恐怖的马头明王，也有中国的浇面大士。所以到了藏传佛教，还有观音菩萨显现的叫狮子吼观音。在贤劫千佛里面，弥勒菩萨的是第五尊佛，下一尊佛是狮子吼观音，就是现在17世噶玛巴。接下来再看观世音菩萨，他可以显现净土，然后呢他成佛的时候他也有他的两大菩萨，所以观音有观音的净土。接下来观音有他的曼达拉，所谓曼达拉就是假如你到了中国天坛或是紫禁城，你观想一下，你搭了 helicopter 直升飞机，从上往下看，你看到一个圆的护城河，一个方的东西南北门，再来一个圆，佛菩萨住在中间，所以坛城就是佛的曼达拉，也是净土。这个在东密还有在藏密里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但是观想的这个所缘境，而且也是你礼拜修持的所缘境。好，接下来先看，在没有讲罗刹尼故事之前，我要先做一个总结哈。昨天做了一个解释，对不起，就是讲啊，没关系，我现在看幻灯片。就是菩萨修行的时候啊，要了悟一切的空性。佛教里面，有时候告诉你讲要了悟空性，空性是对治你的愚痴心。有时候我们讲不要分别，是对你指你生生世世都在分别。所以菩萨有两种智慧，第一个叫无分别智，第二个叫有分别智。那在对我们对治我们第一层生生世世我们都分别好坏善恶真假这样子的分别心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学般若波罗蜜。所以请看幻灯片，菩萨摩诃萨要观一切法空，这是尼泊尔的满愿大佛塔有彩虹。因此再看下一张，韩国的国宝水月观音，这是 one of my favorite， 它后面就是一个月亮，代表菩萨像千江有水千江月。天上的月亮各位在中秋节的时候看到都是非常明亮的，我有观察到新加坡在中秋节的时候 Chinatown 也挂了很多很多的灯，可是若你去圣淘沙的话，看到水的月影就千江有水千江月，代表菩萨有大悲愿心，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他的视线。所以看这张图片下面观音菩萨的就是大海，所以叫做水月观音。我非常喜欢水月观音，为什么？它是慈悲当中带有智慧的结合。看一下台湾水月观音的艺术木雕， Welcome to Taiwan OK Before you saving enough money 台湾是真的不错，欢迎各位来。当然师父也很赞叹新加坡，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在台湾最有名的这3亿的木雕，你看这是艺术造型的水月观音，尤其在艺术界的人都很喜欢这样。为什么？它不是那么严肃，但是它这个水月观音代表慈悲当中要有智慧的结合。再来看3亿的木雕水月观音非常庄严。这尊呢是我送给我们桑叶精舍一对新的干部，他新婚夫妇结婚，然后呢他们家的佛堂是我设计的，中间就是水月观音。那你一定问，这师父这一尊要多少钱？至少要1500新币吧，你一个月的薪水。可是问题是你没有福报，你供养观世音菩萨你就会升起广大的功德。好，接下来再看五台山。好，所以讲观音法门刚才讲不要分别，你会得禅定三摩地，就看讲义159页到160页，讲这些三摩地就是告诉你修不要分别的无分别智。可是现在你要看
讲义160页第16行，在你要了解这些故事之前呢，你要有分别的智慧，这叫有分别智。所以修完智慧以后啊，你才会修广大圆满的慈悲。请看五台山台怀镇，传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跟前面一尊佛迦舍佛的舍利子也在这里面。五台山最有名的，请各位记下来，殊像寺，它没有很大，但是全五台山最重要的文殊菩萨。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2004年，刚好遇到他有大法会，所以非常的壮观。然后呢，里面有雕全五台，用木头雕的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哎，这张是我拍的。因为中国现在虽然进步，可是大殿哦，有时候它很大，灯光啊比较暗，然后是比较难拍的啊。这是我测试了很多，其中一张最为庄严的文殊师利菩萨，代表般若波罗蜜智慧的老师。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在他过去是无量劫的，在要成佛的之前呢，也拜过文殊菩萨做老师。那这个五台山镇海寺五方文殊的壁画，代表五方佛。这是当时我们的团体合照，在大文殊殿里面。希望愿一切众生随时随地不要被烦恼所困惑，而从烦恼中得到解脱。解脱的先决条件，你要懂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中国人很喜欢金刚经，也很喜欢心经。像我现在坐在这边，这边就一片墙，全部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修金刚经跟心经，文殊师利菩萨一定会护念你。所以到了唐朝，东密的造型就是这样，上面有嗡啊哄，它的文殊心咒叫嗡啊扎巴扎那帝。明天我会给你听般若空心的心咒。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智慧第一，在藏传佛教里，红白黄花，白教里面，黄教里面呢，每天都会念嗡啊扎巴扎那帝。我记得我1993年第一次跟孟昌老和尚去五台山，当时那是他一生里面最有福报的，大概80多个人团，是美国、加拿大、台湾、香港、新加坡、东南亚所有的佛弟子，然后呢由他带团，有80多位朝五台山。那时候呢，我还在中华佛研所念书，2年级，然后我去看老和尚，老和尚说：“你放假要做什么啊？”我说：“没事啊，写报告啊。”他说：“看你啊，读书读的呢，面黄肌瘦的，跟我去朝五台山吧。”那是我第一次去朝圣，我非常高兴，因为师父竟没有期待说我第一个朝四大名山竟然是五台山。后来呢，我2004年呢，我又去了。然后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一路上朝山了，当时5个台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我们每到一个台啊，都还至少下来要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然后呢才到5个台。然后托孟昌老和尚的福报，我们走到哪里都像 VIP 一样，然后遇到了很多很多很特别的人都来招待我们，我们非常高兴。然后我在朝五台的时候，我念完了60000声嗡阿惹巴扎那帝。看下面，嗡阿惹巴扎那帝是文殊心咒。西藏格鲁巴念广论的人，每一天早上起来都要念嗡阿惹巴扎那帝，希望你认认念念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增长。还并不像现在东南亚考试的时候再来临时抱佛脚，临时你是抱不到佛脚的，平常你就得羞耻。接下来文殊师利菩萨教什么？教看一切的万象都是像虚空一般，彩虹虽然会显现，但它不是真实的。所以你怎么知道你真正修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有进步呢？简单的说，请写下来，看一切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像梦一般。注意听，这个不是白痴哦，是也不是呆呆的。比如说你今天在新加坡坐 MRT， 你坐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休息，你就觉得下了班好多人哦，有印度人、马来人、邦格拉德什，一个人不小心踩到你的脚，你就不高兴了。下了班大家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叫。可是你真正在 MRT 你可以念佛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人的讲话你都听得到，但它不会干扰你的心，你感觉就像梦一般。因为我也坐过新加坡的 MRT，
对对，举一个例子，你现在坐在这边啊，然后呢突然上车有一个位子来，有两个女生啊，刚下了班，对不对？是不是很高兴啊？因为下了班朋友先见面都会啊很高兴聊天，结果没有空位了，只坐在你旁边，结果这时候一坐下去，你就刚好呢拿起普贤行愿品要开始诵经了，或者拿念珠 Om Mani Padme Hum， 你想做你的功课，你第一个会看到自己的念头，哎呦好吵哦，对不对？这个女生怎么舌头那么长啊，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动念头看她，你也不高兴。第二个，你就会第二个念头想，我要换位置。注意听，请写下来，不要换位置，就用这个声音来训练你的禅修。你专心你念佛，假如你现在念佛 Om Mani Padme Hum， 旁边的声音会干扰你，那表示你的心还受外境影响，你就要借这个声音，他们继续讲，然后你专心念，专心念，专心念，念了以后会变什么呢？他你声音听到了，但是他不会干扰你，就像现在在座各位每一个人都在听经，但你听到冷气的声音吧，冷气的声音跟师父麦克风的声音并不冲突啊，冲突来自于哪里？请你写下来，来自于你的排斥心跟分别心。你觉得好吵哦，你的内心里就生了一个排斥，而且你不高兴，可能呢你就想换位置，答案你这样的功夫太差了，你就坐在那边念普贤行愿品，坐在那边念六字大明咒，用外境的声音来磨练你，你才能够磨练到一切的万象显现犹如彩虹一般。你这样训练久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外面的声音是吵的跟不吵的，外面的声音讲你好话跟不是坏话，你的心都在像《金刚经》讲如如不动。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声音干扰，当你要生命解脱的时候，往生的时候，你的心也不会受外面声音干扰。这个是要真正去练习，好，不是嘴巴光讲的。好，接下来再看，因此一切都如彩虹一般。所以在藏传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唐卡里面画的是这样红光身。接下来你看大乘早期1950年到1960年代在台湾流通的这尊啊临终接引阿弥陀佛，注意看阿弥陀佛的背后就是彩虹的光芒，代表佛也是毕竟了不可得的。佛虽然了不可得，并不代表它并不存在，当因缘和合的时候，佛菩萨都会显现的。接下来再看地藏菩萨啊，这也是 one of my favorite， 它出现的时候在大海当中，它广度众生，可是呢它是透明的，因为它实无一众生可度，这样才会跟佛教的空性结合。接下来看藏传佛教还有莲花生大士也是彩虹的，最后西藏佛教还有呢真正修行的人化光，他只留下头发跟指甲，然后化光叫做红光身。好，这里有一个问题可以写下来 Q&A， 指甲跟头发并没有神经，可是它会继续长。听说我们这次去朝九华山的时候，我问他，他说地教里面的地藏王菩萨事实上都还是继续在长头发，而且指甲都会延长的，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指甲它是连着我们的皮肤，可是指甲本身没有神经，头发它有毛细孔没有错，可是头发里面并没有神经啊，但它会一直长啊。那请问头发跟指甲为什么会继续长呢？各位可以去想一想啊，今天先不要告诉你答案，改天我再告诉你。那可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呢，真正修红光身消失的时候，人家会说它是 disappear， 不，它会留下头发跟指甲做证明，然后整个身体化为能量。所以这个是佛教很高的精神修持的境界。好，这是说明什么？请看，以般若波罗蜜来开显自己的智慧，自心的智慧。我们人生都会遇到很多酸甜苦辣，这张是纽西兰的照片倒影，我住在纽西兰过，纽西兰是全世界非常非常的美，他们号称为呢地球上最后的净土。但是我建议你读纽西兰、不要住太久，
住太久你会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的，因为你看这里多美啊。纽西兰人很重视那个这个环保，而且他认为大地是生命的母亲，所以他们有 Aboriginal 原住民，他们对于环保是做得很好。你看山上很美，刚才你看雪山，当它倒影的时候，其实我们人生的酸甜苦辣就像我们心的反射。接下来昨天讲一切法都不是真实的，你看这张图片里面对不对，下面有倒影，所以我昨天说看人家不顺眼的时候，从佛教修行的角度来讲，是谁不顺眼啊？大声一点，我没有听到啊。对，可是我们若没有学佛的人呢，都会说别人错，都是你啦，都是你啦，跟你宣布了，你都没有记好啊。你看我们都是责备别人多，但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看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响叮当。其实你看到人家不好，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或许是他的确是不好，可是从中国禅宗开悟的角度讲，你会看到别人不好，其实是你心中有恶念而反射，你才看到别人不好。那世间的科学是讲外面的物质去分析。举个例子，很多人都会问我，师父，全世界为什么这么多的灾难？有很多原因，你可以说日本大地震，从地壳的变动，然后从海啸，从各种，这些都是物质的层面。可是从佛教的层面来讲，除了物质的层面变化之外啊，答案是我们众生负面的恶念太多。虽然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很进步，但你不要忘了，每个国家为了卖武器啊，很多文武百官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你说台湾很美对不对？但台湾也有地震啊，我们台湾也有台风啊，尤其每一次我看到在国外报道的时候啊，真的是台湾吓死了。可是有一个重点请写下来，我们台湾因为有地震有台风，所以有温泉啊，有 hot spring 啊，现在已经秋天了，是应该吃火锅的时候了。我有一点想念台湾了，现在应该是泡温泉的时候啊。但你知道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都有地震演习，也有台风演习，为什么？ You need to do the good preparation for any disaster。 我们小的时候都告诉你，台风来的时候啊，窗户要关起来，要准备电灯泡啊，手电筒，准备泡面，准备干粮，不可以出去。出去的时候那个扛棒啊打下来，你会想，假如你真的要出去要戴安全帽。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平常要在学校里也做地震演习、防火演习以及台风演习，你就是 from your side you always have to do the good preparation， 你要做好的准备。同样的佛教也是如此，你若平常不愿意学生老病死，当生命苦难来的时候啊，你是来不及准备的。很抱歉啊，我今天是第一天会课，下午从两点半一直会课，会告到讲到六快要五点四十五分，讲到我扁桃腺啊都快发炎了。当然我很高兴，可是有两家人，其中有一家就全家人来说他妈妈得了癌症，做了化疗，医生已经用了五种药跟六种药都没有办法救，然后他们全家人来见我，他说师父怎么办？我答案告诉他，你要做最好准备跟最坏打算。师父见过很多人，不要猜我有神通，我没有神通，我有智慧，我有经验，但是我告诉他，你要做最好的准备跟最坏的打算。你妈妈的日子已经没有多少了，她的两个小孩子当场就哭了。我说哭没有用，要勇敢一点，珍惜妈妈最好的生命，陪她过每一天。最后我就问了那个老菩萨，他妈妈，你怕死吗？他说师父我当然怕啊。我说对，因为你对佛法并不了解。我就问他，你的身体像一部轿车，你现在轮胎已经坏了，你的汽油也没得换了，不管是95、98、92的油你都没有了，对不对？你加汽油，师父在台湾也涂 motorcycle、我也加汽油，我是加95的。我跟他说，你已经汽油也快没有，轮胎已经换了，你要勇敢的往前走。佛教的讲有上游、下游跟中游，佛教讲河流有上游、中游、下游，所以你说常常临终请师父开示什么？开示佛法，其实你平常就要学，对不对？
因为佛教有上游、中游跟下游，所以好消息是什么？你还有来生，你有新的希望。他说：“师父，我舍不得走。”他就哭了。我说：“舍不得，你也应该勇敢往前走，念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会引导你进入来生，继续投胎做人，继续学佛法，不要放弃。”那他就问我：“师父，那我将来还会碰到好孩子？”我说：“会。你遇到有愿，你将来还会遇到你孩子，但是你要勇敢往前走。”最后我鼓励他：“你有什么愿望，请写下遗嘱吧。”最后当然他的儿子女儿很孝顺，还是劝我：“师父有没有方法？”我说：“有，但是呢，请他念普贤行愿品，念大悲咒和大悲水，让他妈妈呢身上的癌细胞不要扩散，减轻痛苦，希望他安详地离开人间，生命很庄严也很可贵。”好，请看幻灯片。但是我们呢，平常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为什么？死的都不是我们家的人，都是别人的啦，知道吗？我们都觉得哈，跟我们没有关系。比方说现在9:15，看全世界所有的医院里面，你知道有多少娃娃诞生吗？ Congratulations, you are daddy, you are mommy, 对不对？ Mommy 不是那个 Egypt mommy, 你是爸爸，你妈妈。一个生命的喜悦来的时候，其实是要带来很多的祝福跟条件。接下来再看9:16，全世界包含现在新加坡的中央医院，你知道有多少人断气吗？我们都不察觉，我们也不这样去思考，我们也不这样观察。听起来你会觉得有点恐怖，不，这就是佛教伟大的地方。全世界有多少的大医院现在加护病房人断气了，但是我们觉得呢，跟我没有关系。这就是佛教我们要扩大心量的地方。假如啦，师父希望不要发生，假如你现在听经突然简讯告诉你你家人发生车祸了，你立刻一定冲出去的。为什么？他是我家人啊。所以请写下来，什么叫大悲心？就是观一切的众生啊，都犹如你家人一般，这样才是实践大悲心的开始。包含对你的家人，对你的佣人，乃至于你养的小狗小猫跟动物，你都应该珍惜。为什么？请看幻灯片。因为生命刹那刹那都是无常的。佛教讲无常并不消极，它是讲生命刹那刹那之间都没有永恒不变的。举一个例子，每天早上师父起来打坐，我也想到刚才讲大海的所有的众生芸芸来投胎了。很惭愧，师父今年47岁，47年前蹦起来，我爸爸妈妈的缘，我投胎来这个世界了。所以你不要认为孩子来投胎都是冤亲债主，不一定，也有善人来投胎。所以当你准备好一个娃娃要诞生的时候，你应该用庄严喜悦的生命去欢迎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为什么？人间又多了一个菩萨来行菩萨道。同样你要想，每一分每一秒有很多很多的众生这时候就断气了。举一个例子，当然我也希望我妈妈长寿。万一呢，突然一两天我的学生发简讯给我说：“师父，你的妈妈往生了。”那怎么办？那我也没办法回去啊，先把经讲完了，这边回向给她吧。所以写下来，无常是要我们有新的能量，更宽广的空间去接受千变万化。无常不要理解为说你很消极，很多人理解为无常就说：“哎呦 ，tomorrow will be the end of the world。”不要去宣传世界末日的思想，尤其现在2012年12月21号快要到了。哎，那天刚好是主席会去台湾了啊，对不对？没关系，我们会吃好料的。啊，那个时候呢，商业金色也会有阿弥陀佛5天的法会。我们这个世界上常常呢，很多人散布一些恐怖的思想，这是不好的。我公开跟你讲，不要去相信这些。每一次都讲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其实也没有世界末日。然后有些基督教、天主教呢，甚至其他有不好存心的其他宗教徒说：“哦，因为世界末日了，所以你要忏悔，赶快把你钱捐出来。”其实那是欺骗别人的。
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立法去惩罚或是控制或是这些，不要相信世界末日，尤其相信师父。当我讲大悲观音法门的时候，我相信当众生越苦难的时候，大悲观音菩萨千百亿化身。举一个例子，很不幸，日本大地震跟海啸的确是很可怜，我们全世界都被震撼，但你有没有发现海啸出现的时候，全世界的有多少人都在帮助日本啊？所以人间有无量无边的菩萨。我今天还跟主席跟吴先生分享说，台湾有很多的宗教力量，还有民间慈善团体的力量，还有台湾有很多文化艺术的力量。台湾若没有这啊，那你看政治敌不过中国，经济也拼不过新加坡，对不对？前几年我们台湾还有的出一本书，哎，很流行的，现在不流行，叫《新加坡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努力嘛。我们不愿意学习啊，我们不愿意打开这些心量。现在是全球竞争，所以再看幻灯片，刹那刹那都在变化，就像放烟火。可是就像彩虹，美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美的东西也不一定是永恒。重点你是在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在帮助众生学习佛法，弘扬菩萨的六度万恨。看台湾的101 Welcome to Taiwan、okay? 现在台湾的物价也比新加坡便宜，对不对？你看台湾101、哦、我们台湾人很喜欢用101比喻，可是你看101旁边也有彩虹，再美的彩虹它也不会是永恒的。讲这样的东西才会让你知道说，一切万法都不是真实的，由你的心显现，那样你才会珍惜跟感恩的。好，接下来我讲一个故事，在讲空性就告一个段落，就开始讲。很多人都问我，师父你怎么还没有讲到罗刹女的故事，你这么紧张做什么？你这么喜欢罗刹女啊，对不对？好，先看印度吉天菩萨。伟大的吉天菩萨讲了入菩萨行论，他是入菩萨行论，我也讲过。我2002年回国，我永远记得5月8号我正式第一天讲入菩萨行论，从第一章花了整整的一年，除了第九章智慧品没有讲之外，我全部都讲完。现在各位可以上商业金社的网站跟佛陀教育基金网站，当时只有声音档，并没有 DVD。 好，那入菩萨行论是吉天菩萨，吉天菩萨主修观音法门，也修文殊师利菩萨，他智慧辩才无碍。有一天他在印度讲经的时候，他也会遇到佛教徒跟他挑战，外道徒也会跟他辩论。他说，吉天菩萨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只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啊，你证悟了吗？吉天菩萨知道这个人是个别来挑战，简单的讲就是来找麻烦的，找麻烦。他说啊，我讲的不好，请你多多指导。最后他站起来，站起来呢，吉天菩萨就教训了他。好，看下一张幻灯片。然后呢，他就告诉这个问难者说，你看到墙壁了吗？他有画佛陀的12行仪，佛陀在尼连长河接受牧羊女的供养，那旁边有一头牛，他手这样一指啊，那个墙壁的牛就流出牛奶来了。他叫他的侍者拿个茶杯去装，装了以后就供养对方的那个人。哇，那个人吓了一跳，因为吉列菩萨是大菩萨，他不但会讲啊，他手一指啊，哎，就变出牛奶。下次你们试试看，我想准了吧，可能还是要去 7-11 跟 supermarket 买牛奶吧。结果这时候啊，他呢就很惭愧，最后呢他就跟他顶礼，最后吉天菩萨就念入菩萨的偈颂。看下一章，我好不容易的，他一直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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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法座就升到虚空中了，最后整个消身体变成彩虹，最后他就消失不见了。从此以后吉天菩萨就没有在这里弘法，因为他觉得这边的法已经圆满了。这就是伟大的吉天菩萨，国外出了一本书，它的封面就是讲入菩萨行论，他证悟了空性，他可以腾到虚空当中的。所以在佛教里面听起来有很多叫做 magical experience， 不，它是真实的修持经验。好，所以波州三昧经里面说，我们修行要有佛力法力自力
啊，这个讲过。接下来讲遇到罗刹女的时候呢，她就是蒙观世音菩萨的加持而能够证悟的。好，在讲罗刹女之前再多讲几分钟。所有佛教修行的法门要重视慈悲，请看佛牙寺。非常赞叹新加坡人很有福报，唐朝造型的这个宝冠叫十地法云地菩萨慈心三昧弥勒菩萨。接下来再看悲心三昧，慈心跟悲心是任何一个佛都要修的两个主要的课题。我们常常要讲慈眼视众生，悲心度有情。那我们常常讲慈眼视众生，就是我们慈是不是可以带给众生快乐，悲就是看到众生有痛苦，我们愿不愿意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或各行各业呢，去努力帮助别人。你就是当下的观世音菩萨。请看我们有时候人呢，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因为现实的利益或工作的冲突，常常我们都忘了慈悲的本质，反而对众生是很残忍的。请看，所以学佛里面第一个就是南传佛教。你看一个小女生三四岁看到一个出家人，她会对他合掌顶礼，她代表她有礼敬三宝，对人有至诚恭敬的心。接下来你看一个小朋友，他看到人也会合掌问讯跟人家祝福。不要轻小轻小看小朋友，佛经里面讲啊，大法师是不可以小看初出家的小沙弥的，因为小沙弥不修则已，若一修的话，他会成为佛门龙象的。接下来你看，我们人其实对动物也有慈悲，但是我们是选择性的慈悲。你可能对狗跟猫会兔子慈悲，请问你会不会对老虎慈悲啊？这就不一定了。答案是什么？你是从人的角度去判断，对我这个社会有利，对我有利，我才对他慈悲。其实这叫选择性的慈悲，也不是说你没有慈悲，可是啊，这样的慈悲啊，在佛教的角度来讲，你心量太小了，你的心量不够广大。观世音菩萨像十方诸国土，像太阳一般，太阳全世界每一个都市他都照啊。接下来再看我们人对众生慈悲，那众生会不会对我们慈悲呢？会呀。请看下一张，看到了吗？这是英国的小孩，对不对？你看他的 puppy 狗要喝水，可是他站不到，那个小男生竟然跪下来然后让他跳上去让他喝到水。我们人对一切的众生都有慈悲的本质，但是当有时候利害冲突来的时候，我们失去了慈悲的特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透过修观音法门，透过念六字大明咒来恢复我们慈悲本来的能量。好，现在开始就要讲罗刹女了，请看换科判160页丙二，习遇罗刹女二缘分二，丁一详说往昔的故事，细节分十二。丁二请翻过来，丁二在哪里呢？在164页第17行。释迦牟尼佛说他过去生曾经当过商人，最后观世音菩萨救了他，所以感恩观音菩萨紧急的救护。请看幻灯片，再翻回160页。四臂观音我们唱六字大明咒，今天给各位练习禅修听六字大明咒，这是宁静尊的显现。但是呢，佛菩萨要度刚强难化的众生，就像新加坡要管理很多很多的人，警察还是有他的功能的。如果警察没有保护善良的人的话，那像妇女或像小孩或像这个老人，那是会被欺负的。我曾经问过很多印度尼西亚跟马来西亚的人，为什么你想尽办法都要挤进新加坡呢，做 PR 呢？他说第一个很安全啊， safety。第二个 very clean， 很安全干净。第三，新加坡是 shopping paradise， 购物的这个天堂。尤其 我也去过印度，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 Bangladesh 或印度人，当然
新加坡本来就是很好的这福利政策。我要讲的是什么？因为印度人认为新加坡人是很干净的，像天堂。你到了印度，尤其印度的乡下是非常脏乱的，你也会看到有乞丐、有小偷。所以佛曾经说，贪嗔痴最不好的代表叫猎人、妓女跟小偷。那这三种人呢、啊？请看幻灯片，有时候你要现愤怒的相，你才能教化他。这是为什么到东密跟藏密，观音菩萨都变成非常凶猛的马头明王。虽然相是很凶猛的，但是他内心还是充满着慈悲的。好，请看丁一往昔所说的细节。好，我先讲他的科判，最后我就会讲故事，因为各位都有讲义，所以我会直接白话翻译哈。请看160页第18行，戊一二峰引至罗刹鬼国，释迦牟尼佛对竹盖藏菩萨以及与会大众说：善男子，我过去无量劫无量劫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请看讲义160页第19行，我曾经做过与500个商人要往一个狮子国去做生意，当时我把很多的车胜就很多的叫做现代的交通工具，像骆驼啊、牛跟羊，然后通通都放到船上，我想去跟人家交换。古代呢，社会交易呢，就是用这些骆驼、动物啊、牲畜跟人家呢交换财宝，求其财宝。要出发之前会经历过村庄、城邑、聚落，然后呢甚至到了海边玉城大泊，泊是指大的船，这时候就通通就进入船上。我呢当时就问船主说，你看看今天的风向从哪里起呢？去哪个国家呢？是往有珍宝的地点呢，叫王宝洲呢，或是会我到了蛇婆国，或是罗刹鬼国？罗刹鬼国就是这里讲的罗刹女所住的国家。这时候船主呢就看着这个风啊，古代要出船的时候都要看风向，就告诉他今天的风啊应该是很顺利的，应该往很兴盛的狮子国，可见我们的贸易应该很好。事实请翻过来，乘着风就开始出发了，到往狮子国。可是很不幸啊，在去狮子国的路上，因为非常的遥远，突然呢、啊、在大海里，古代大海大家都知道哈，大海里面最怕的是什么？海浪，还有暴风雨或是龙卷风，因为这是无法控制的。虽然船主说这是很顺利的，可是请看161页第3行，于彼国中啊，突然呢、啊、虚空当中有500罗刹尼突然呢啊发啊就是忽然变发，然后把天气变成狂风暴雨，像海浪一般，有点像现在你们看过的电影叫 Titanic， 有没有？铁达尼号，它本来是铁啊，对不对？可是因为狂风暴雨啊，对不对？开始方向就转了。接下来叫做狂风暴雨，这个鼓浪飘击，就海浪啊非常的这个凶猛，然后这个船呢突然就被破坏，这时候所有的商人呢、啊、就掉在水里了，斩堕水中，就掉到水里面，而且漂流在大海上，飘漾其身，而且慢慢飘飘飘飘飘飘飘到海边，甚至到岸边了。这是第一段。悟二，罗刹女众殷勤款待。在佛教里面讲罗刹女是什么？长得呢非常可怕的女生，但她有神通，她因为过去的这个因缘业力，她可以变化万千，她突然就变成了女众。可是事实上啊，她长得像吸血鬼一样，是很可怕。罗刹女，请看经文161页第6行，比500罗刹女一刹那之间看到这商人呢、啊，就开始摇动其身，出现各种恶身。可是他呢就惊吓他的结果，这些女生就变得非常妖艳的美女，现童女相来到商人所，因为这些商人呢都已经呢躺在海边跟岸边，然后这些女生就跟他讲，哎呀
好，赶快拿了衣服，因为躺在海岸边，海浪来了嘛，海浪海难也发生了，所以他们其实衣服都湿透了。这时候呢，五百罗刹尼就拿了500件衣服来对这个商人，表面上待他好，然后就给他穿衣服，然后列字湿衣，把自己湿的衣服换下来，然后呢晒干而离开，然后呢就全部呢奔波加树下休息憩息。这时候大家因为很累，经过本来以为这个呢这次生意应该做得很好，没想到遇到狂风暴雨，结果呢就相互的说，哎呀，这现在怎么办呢？我现在有什么方便呢？好像我们无法离开了这个岛，就大家都不讲话。这时候看第十行，就有罗刹尼走到商人来说，哎呀，我是孤单的女子，我并没有丈夫，你们愿意嫁给我吗？我可以给你饮食、衣服，还有所有仓库里讲的珍宝，还有我住的房子非常的好，有园林跟浴池。这时候比罗刹尼呢，就每一个人就带一个商人回到自己的家了。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好，假如你遇到了灾难，你又碰到一个女生对你说，我给你衣服，你不用做工，还给你 Bugis Tima 最好的洋房还有花园，你要不要去？当然你很动心哦，你起码说，哎， That's good, it's my honor, I'm glad to have a look, 你会去看看，对不对？好，先看下面雾三，谈笑风生，暗藏玄机。这时候在所有的罗刹女当中，有一个好像坐在首领一样，叫大主宰，名叫做罗底迦兰。这个女孩子啊，看到我特别喜欢我，就跟我说，你愿意跟我回去吗？而且这个女孩呢，用最好的上位饮食供养我，因为我经过海难呢漂流，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是我肚子非常的饿，她就给我最好丰富的食物，让我感觉非常的快乐，就像住在人间一般。而且她非常的慈悲，让我停了住237日。237日佛经里是讲2×7就是14，3×7就是21天，所以换句话说，他提马待了3个礼拜。所以有一天他就突然看到了这叫罗底迦兰，突然对我微笑。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哎，从来没有听过他怎么今天这样笑呢？看第18行，比罗刹女突然对我笑的时候就说，那我就问他，您啊，今天为什么突然笑了呢？他罗刹女说，我们住的这个国家叫做狮子国，是罗刹女所住的地方啊。表面上很好，可是我要担心你啊，我怕其他人伤害你生命。好，注意听，现在问答，其实他是很狡猾的，他说别人会伤害你的生命。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呢？好，看20行，罗刹女说，你住在这个国家，可是不要往南方走。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有铁城，铁城上面有很多栏杆，而且没有门户，里面有无数无边的商人被关在里面，甚至有些已经被吃掉了。甚至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个铁栏里面还有很多的骨骸，你现在看到有些活着，有些死的，不相信的话，你自己可以去证实。但依此路你去看了，你就会有相信我的话。好，到这里是一段。好，师父先补充一下，我先把故事讲完，因为这个故事有点长，不过非常精彩，我会全部呢再回来讲一遍，代表它有法义，就像法华经的7种譬喻。故事很简单，其实它意义很深，我先讲故事。好，到这里呢，人很奇怪啊，当你告诉人家小孩子说，啊，你不要玩火，不要玩火，转个头啊，哎，他就特别喜欢去玩火。人都有好奇之心，当这个罗刹尼跟他说，你不要往南方走，这个商人就故意的要去看一看。所以下次哦，我应该骗骗你，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你一定会偷偷去做的。叫你去，不要去给浪，不要去给浪，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到底那是什么世界啊，对不对？众生就是这样，同样的众生也是这样。再看下面悟四，私自探访，欲求实证。人都是认为我看到的才相信。请看经文24行，事实我似比女，我偷偷的等这个女孩子睡着，已经昏睡的时候，
于是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在半夜的时候，因为没有灯嘛，他拿一个叫月光剑，因为这个剑呢、它会反光，就像我们现在手电筒，就往南方而走。揭开162页第二行，他走着，的确看到一个铁城，而且周遭看的确没有窗户，亦无窗友，可是铁的旁边有一个占波加树，就是这是一个铁没有窗户，可是旁边有一个很高很高的树，印度叫占波加树，他就爬到树上，这时候他就大喊，请问有人在吗？有人在吗？第四行，当时呢铁里面呢有商人听到说，有贤大商主，你还在吗？他说，我等啊被罗刹女关了，原来呢他的同伴啊有些虽然被女孩子请到家，过了3天以后就被关到这里了。他说，我被那个罗刹女关在铁城里，而且他们呢每天都会来吃100个人。然后他告诉他以前的事，于是我就偷偷地爬下占波加树赶快回来，因为我怕那个罗刹女醒来。也就是说他去真实证实他有些同伴被关在这个铁栏里。好，接下来看悟五，真实请教逃出之路。是时比女就问我，贤大商主，我说的铁城是真的吗？你真实告诉我吧。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就说，是的，你绝对没有说谎，我看到。他就反问他，那请问呢，我听说里面发生了很多坏事，对不对？那我怎么样有善巧方便啊，可以逃出这个国家呢？结果第十行，那比罗刹女，那时候罗刹女注意听，她现的是人的身相，就像公主一样，非常的婀娜多姿，非常的美。她说啊，大王啊，其实你不用，我有大方便可以让你平安逃出这个狮子国，让你回到你的国家，叫南瞻部洲。南瞻部洲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可是我看到了这个女孩，就问她说，请问我有什么道路可以离开这个国家呢？这时候啊，这个罗底迦兰啊，是这个罗刹女的这个首领啊，其实他蛮爱她的，他真心很爱她，他就告诉她有一个方法，在我们这个国家有圣马王，他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可以救度一切众生。他因为太爱她了，所以他把真话告诉她。这时候好看悟六，好，请看幻灯片。亲见圣马，宿访住处啊，啊，因为要你翻来翻去很麻烦，有时候师父幻灯片会打在上面，这样你可以、好，到了第六段，亲见圣马，宿访住处。这时候啊，他因为相信对方讲话是爱他是真的，他就想看到底有没有这个马呢？我当时就循着他所说的方向，往那个圣马所去的地方，看到了那个马。那个马的吃是白药草，白药草是一种药草，在古代动物啊，它生病的时候啊，它有自己的本能。插播一句，比如说像我们下大雨，你有没有想过新加坡这些鸟啊，生病都是去哪儿？你从来很少观察哦，它都飞到树丛里，树丛里它会吃药草，因为动物有自己的本能，当它生病的时候，它会吃药草，然后躲在树底下休息，休息够了呢，它病就好。你没看过新加坡的鸟会飞到呢中央医院里面吧？我要来挂诊。那会说话的话，搞不好是观世音菩萨。我要说的重点说，动物有它的本能。那这个圣马王是专门吃白药草，因为在古代，这个白药草是所有能量的来源，就像我们讲 herbal tea 一样。它吃了以后，它精神就非常好。请看第14行，就在金沙地叫战已而起。把马跟斩这两个字画起来，这个是同一个字，这是古代的字。对不起，我们在读古汉文的时候，电脑啊很难造古代的汉文字。马跟斩不是叫马斩已而起，不是，马跟斩这两个字画一个圆圈，它是一个字，叫做战。也就是说它吃完草以后，它翅膀啊它会飞，然后也会跑，这样子展翅而飞，震动身体，就问哪一个人要到对方彼岸呢？他问了3次，若想要去的人赶快先跟我说预约。
这时候我看到了这个马王啊，我就相信是马王，我想要过去，但不是今天，我改天还会来。说完以后呢，看十七行，他就赶快跑回罗刹女，也就所住的地方。这时候罗刹女啊，就是睡觉了，其实她是假装睡觉，她心有点后悔，哎呀，我刚才不要告诉她圣马王，其实她跑去看了。她就问我，商人啊，你怎么突然变成很冷呢？于是我知道她舍不得我离开，我就善巧方便告诉他说，哎呀，我刚才出去了，因为外面风比较大，所以回来的时候身体很冷，其实我没事的啊，谢谢你关心我，你不用担心，那就赶快睡觉吧。好，这到了第六段。好，讲到这里有点错综复杂哈，他又骗他，他又爱他，然后他呢又告诉他圣马王，他出去了以后他也知道这个罗刹女舍不得他，那个罗刹女真的爱他，不爱他的话他不会告诉他说有圣马王可以让你回到南瞻部洲。好，接下来再看戊七，闲谈之间种种留恋。好，看下一张幻灯片。于是在天亮出来的时候，我才刚刚起床呢，就想我要赶快去告诉还没有被抓起来的商人，我们应该赶快准备好伎俩要出城。所有的商人呢就聚在一起，就共同问。可是在商人呢，有些人还会留恋，因为经过这个狂风暴雨的灾难啊，其实有些人蛮喜欢狮子国，也就是罗刹女鬼国，可是有些人舍不得离开，因此他问了一个问题，请做个记号。请看，儿歇共香未圆，在这大众当中哪一个人的太太最漂亮，请画起来，最相恋慕，也就是说你最留恋这个国家是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事情，然后有些事情你要跟我们大家讲吗？好，请翻过来163页，就是说明众生会留恋。好，请看163页。师兄，你若没有看讲义的话请看讲义，哎，看讲义，哎，这一段你光看着师父你是听不懂的，你要看经文。好，若没有讲义请举手，然后没有讲义的莲友请举手，工作人员会为你准备。十众会人有说，哎呀，我很怀念啊，我的太太给我上位的饮食给我。有人说，其实她每天给我穿得很柔软的衣服，让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很留恋。但有人说，有人给我天冠，还有耳当，就是耳当像啊，这个耳环啊，金银珠宝，有衣服给我，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有人就会说，其实我啊，什么都得不到，待在这里我并不开心啊。有些人说，其实我很开心，因为这里我可以拿到很多的龙舍旃檀之香，把龙舍旃檀香画起来。我们现在很流行檀香木或越南沉香，在印度最高级的是龙舍旃檀香，它不但有旃檀的味道，还有龙的这个尊贵的香气。麝香，麝是鹿，鹿呢这脖子呢它有射线，它会流出很大的很大的香气，简单的讲是所有香旃檀香里面的最好香气。好，在这里做一个记号，我明天会讲 Q&A， 请问你放不下什么？有人放不下食，有人放不下衣，有人放不下住，有人放不下你所拥有的东西，这是这一段要讲的法义。接下来戊八，未断贪爱俱已告实情，请看163页第六行。这时候啊，释迦牟尼佛的全身啊，商人一听到大家都不想回去了，糟糕了，因为他知道这个罗刹鬼国事实上是罗刹女专门吃人肉跟人尸体跟吸人血的地方，因为他去铁栏的窗户里面看过，他也去见过马陀，就是所谓的圣马王，所以他知道我要赶快离开。接下来请看第八，十商人就告诉所有的朋友说，你难道这么难解脱吗？你为什么贪爱留恋这个罗刹女呢？众商人闻了以后，有些人就很恐怖，那请问啊，
啊，这个大商主啊，你讲的话是真的吗？他就把真话告诉他说，我乃告诉你，这狮子国啊，其实是罗刹尼所住，他们啊，不是真正的人啊，是诡辩的。这实在是罗刹女做誓言。那这个罗刹女呢做誓言，怎么人知道罗刹女是誓言？请画起来。只有相信佛法僧宝的三宝弟子才会看得出他们的真相，而我们呢都是凡夫，我们没有修行，所以我们看到她是表面漂亮的外表。接下来看第九段，相约某日共同逃离。这时候商人就告诉他，那我们要靠什么方便可以离开这个国家呢？于是我告诉他，这狮子国有一个圣马王，可以救一切众生。我的确去看过他，他每天都吃大白药草，在金沙地会站而起，振翅而飞翔。那而且会问哪一个人要离开到对面的彼岸。我已经告诉了那个马王，跟他说好了，过几天我们大家都会去。所以商人就告诉他说，啊，我们哪时候走呢？他回答他，三天以后我们秘密的离开，你赶快回去准备你的资粮，但是不要让你的太太知道。于是他们说完以后，就各自就回到自己所住的地方罗刹女。再看第十哈，我快要讲完了，各位有耐心一点，因为这个故事真的很长，而且我当时做科判的时候做的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变成斗鸡眼这样。继续这样看第十，勤献殷勤欲观园林。这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回到了这个他住的地方。其实那女孩啊，罗底迦兰啊，其实她也不是傻瓜，她也有一点点他心通，他知道这个商人要走了，但他想试探他。他说，你今天看起来为什么这么疲惫呢？我就问罗刹女说，我从来哦没有看过你高兴过，你虽然对我很好，让我住了21天三个礼拜，你常常跟我讲罗刹鬼国狮子国有泉林浴池，真的吗？罗刹女说，真的啊，这狮子国有很多很多的珍宝啊，花园浴池，把原池园林跟浴池画起来。在古代的印度文化里面，是贵族啊才有花园，才有喷泉。那在贵族里面呢，他养什么？孔雀。所以你可以看到 Hippa Dipavali 其实他们是以孔雀做象征，孔雀是尊贵的。在印度里面的文化，贵族一定有花园还有水池会养孔雀。所以经文为什么这样讲，好让你知道他一下文化背景。接下来告比女生说，这样吧，你口口声声就有花园哈，我希望我三天以后啊可以去看一看，你帮我准备准备，我真的很想看到花园这些前池，可以看到花，假如我看到的话，我真想把花摘回来，这样我就相信你讲的是真的。这时候罗刹女就告诉我说，没问题，大商主，我真的很爱你，我就帮你准备吧。三天以后，我们呢准备食物，我们一起去赏花园好吗？很有趣哈，他三天以后就离开，可是他却告诉他，你准备三天的东西，我们一起去看花园。其实他是想要让他心安。再看戊十一，寝食之间思念家乡。看164页。给我一点时间，我今天一定把这个故事讲完哈，我们就回向。我有看时间哈，再给师父10分钟。请看164页。事实比罗刹尼啊，他知道我要离开，他想糟糕了，他看到我的心念的。所以其实女人啊是非常聪明的，不要生气，在座女众，女人是非常精打细算的，女人生来就是呢非常会精打细算的。你看她知道我的千方百计，糟糕了，她一定会杀了我。如是这么想，她就静静的不讲话。比罗刹女呢就每天给她吃更好的衣服，让她吃得很好。吃完以后，罗刹女就问，哎呀，大商人啊，你这边吃得好穿得好，你怎么还这样叹气呢？这时候第四行她就说，
我是南瞻部洲的人呢，虽然你对我很好，很爱我，其实我蛮想我的家的，我想我的爸爸妈妈。那女孩子就告诉他，商人呢，你不要啊，想你的家。这个我们狮子国有种种的饮食衣服，种种的珍宝，而且三天以后我们就讲好，不是要去看花园吗？是种种快乐啊，你为什么要想你的家呢？南瞻部洲，我那时候就默然不讲话。以现在来讲，女孩子都可以跟你讲，老公嫁给我啊、老公娶我吧，我可以为你生孩子、煮饭、洗衣服，我可以为你做一切的，对不对？ I can do anything for you， 对不对？女人都可以讲出这种话的。事实上女众也是这样，因为她怕失去她所拥有的伴侣。接下来再看物二，资粮稀办，勇往直前。过了一天两天，到了第二天，这个女孩子真的就把所有要帮我准备要去花园的粮食点心都好放在桌上，然后都已经办了。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天快要没有亮的时候啊，我却偷偷的一大早爬起来就赶快出去了，而且跟所有我讲好的商人呢，你赶快去，不要回头，不要回头看狮子国。讲了这个话以后，我就跟所有的商人在天亮还没有的太阳出来的时候赶快跑，一直跑，跑到圣马王所，看第十二行。到了圣马王以后，还要看到他吃草，然后吃草战蚁，战蚁就是震动翅膀，然后就问说，这时候他一震动的时候，因为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狮子国就大地六遍震动。马王就说了三次，今天谁要到对彼岸？这时候所有的商人就说，我们都要去，我们要去，你赶快救我吧。到了第十五行，这时候圣马王就告诉各位，你现在要勇往直前，汝等宜当往前，勿因不要留恋狮子国，请把勿因反顾画起来。意思说你不要回头看，你待会在跑的时候啊，你不要转头再看你的太太，你就会死掉的。可是他们不相信，圣马王说了以后呢，我就跳上了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商人，就跳上这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坐了马。然后其他呢，因为观音菩萨有眷属，他也有500个马，所以所有人都往前跑。这时候怎么办？哇，等一下，继续讲故事，等一下，因为我准备了很多啊，对不起，我准备一下科判啊，等一下就多蛮得好。这时候啊，请看丁二，感恩观音紧急的救护分三。第一个，闻到声音勿依，就闻声颠倒，俱丧性命，把闻声颠倒画起来。也就是说这个狮子国的女生啊，最恐怖的什么尖叫声啊！我叫不出来，因为我不是罗刹女，对不起，给师父喝一下水。也就是说师父看到佛经里面写，她叫的声音非常凄惨，会让你肝肠寸断。佛经里有点比喻说，就好像你爸爸妈妈过世，你放声大哭，哭到啊你肝肠寸断那样声音，所以叫闻声，你的心就颠倒，俱丧性命。请看经文，时比罗刹女的鬼啊，罗刹女突然啊听到所有的商人是她老公吧，通通都跑，然后就出现了苦切的声音，就开始，因为他们有神通，就立刻变成罗刹女，然后在天空飞，然后哭啼嚎叫，然后喊不要走，不要走，回来回来。这时候看21行，所有的诸商女闻到声音啊，有些人忍不住回首顾面。回首顾面看师父表演，就这样头转过来看他太太，然后就被吃掉了。不觉闪堕，这个人就掉到水中，然后罗刹女就呢啊原形现前呢，一个一个就把他的肉吃掉，然后身体吃断。当时只有我一个人，释迦牟尼佛平安的往南瞻部洲。为什么？只有他听这个马头明王的话，告诉他不要回头，因为其他人都回头，一回头的时候业力显现。好，那只有他一个人往前走，这个明天我会讲他是什么意思。继续看物二，马王相救，
安返家园，翻过来165页。这时候圣马王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经过很长的海岸，最后就跑到了南瞻部洲。当我下来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因为我所有的同伴都被吃掉了，只剩下我一个活下来。因此他旋绕圣比马王，又绕三匝，就像拜佛一样绕三家，感谢他救命恩德。然后圣马王就说，你赶快回家吧，你家人在等你。因此离开彼处，循着路回到自己所居道，就突然看到自己的家。第四行，这时候爸爸妈妈见到我过来放声大哭，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以为他死掉了，悲心焦急，痛哭流涕。爸爸妈妈以为他我已经死了，父母先为我故，就以为我已经，这里的故就是死亡的意思。他爸爸妈妈以为我死掉了，消失了，就是发生意外，放声大哭，哭到啊起眼昏意啊，眼睛都瞎了。结果没有想到啊，听到孩子的声音回来了，慢慢慢慢慢慢慢呢，他眼睛啊因为喜悦新的力量，结果他眼睛可以打开，最后父母就跟孩子共在一起。然后呢，我就把我以前在狮子国遇到罗刹女的所有种种事呢，就告诉她。所以科判叫做马王相救，安返家园。最后这雾山父母就很惊喜，晚年团聚。请看第八行，父母就闻说说，你今天呢、啊、得到啊全部的生命平安归来啊，真是佛菩萨保佑，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担忧你。现在我不会再担忧，为什么呢？我不需要你赚很多钱金银珠宝，我只希望你平平安安活下去。今天缘分自知，我知道年貌衰老衰朽，年貌衰朽是指说我啊是你的爸爸妈妈，可是我身体越来越衰老，然后呢你呀、啊、应该好好辅助这个家，你应该珍惜照顾我们。当我死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家人的一家之主，你要安排我所有的后事。这时候父母就说，善哉善哉，不要害怕，终于你平安都回来了。好，故事终于到这里。佛说除盖藏菩萨，当时我就是商人，500商人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释迦牟尼佛有坚固的菩提愿心，跟坚固如如不动的禅定力，其他的499个、哎、被罗刹女啊的一声通通回头看都被吃掉了。这是他的譬喻。当时我为商主受如是为难苦恼之事，请看下面。佛告除盖藏，时圣马王者就是谁？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于是在危难死亡紧急恐怖当中救济于我。除盖藏，其实我在因地里啊就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的功德，观音菩萨的功德是无有穷尽的。好，终于讲完了。各位，我不知道你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有什么感触吗？对不对？当然你会说，师父，这个故事好像很精彩啊，对不对？当然它有很多含义，简单的说明天我会解释。请看幻灯片。佛陀说，在阿含经里，佛对蛇说，心可以让你成佛，心可以让你堕落为畜生。心啊是一切万法之主宰。佛曾经对这个眼镜蛇受记，不是受记，为他皈依，然后为他说佛法，所以你来生会投胎继续做人，然后升到天上去修行，你会遇到下一尊佛。所以眼镜蛇呢，请佛为他受三皈依，然后为他说佛法，他向佛忏悔。所以其实要调伏我们的心并不容易。这个故事讲我们迷惑造业受苦，迷惑造业受苦，我们的心像万马奔腾的瀑布。而这个故事罗刹女的代表我们的贪爱，我们贪所有一切的财色名食睡，我们都不容易放得下。那在贪爱里面呢，当我们欲望升起的时候，就像这张图片给各位看过，狐狸看到眼前的猎物的时候是先抓到了它，兔子咬死了再说。那请问，那我们看到烦恼或欲望现前的时候，
我们怎么控制自己的心呢？这就是佛教要讲的求的禅定。请看，给我讲个段落就下课。请看这张照片，我在慈光讲过，左边是美女，各位不要介意师父用女众做比喻。其实我们在轮回里面，佛陀都告诉我们，做过帅哥，也做过辣妹，我们也做过再出家人，也做过在家人。在六道轮回里面讲，欲呀是最难调伏的。佛陀曾经说过，假如这个世界上有比一个贪爱啊再多一条的话，三千大千世界都不可能证阿罗汉的。所以修行啊，最难超越的是你内心的欲望。看这张图，一般的凡夫大概是看到美女，可是阿罗汉是看到右边的骷髅头，菩萨是两个都看到，佛是两个都看到，但是都是透明的。我再讲一遍，所以凡夫看到欲望他是无法控制自己的，阿罗汉是看到右边，对不对？所以会有南传佛教叫修不净观，菩萨是两个都看到，佛是两个都看到，但两个都是透明的。所以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因地的商人可以从罗刹女鬼国逃出来？答案他了悟事实的真相。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会再讲一遍这个故事，再重点讲某一个是代表什么含义，好不好？好，最后不好意思，今天耽误了一点时间，然后谢谢大家啊。哎，刚好给各位看，哎，我有后面的经文也会讲到玄奘大师啊。玄奘大师遇到苦难的时候也是念观世音菩萨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这个而解脱苦难的。好，我觉得很凑巧，这个是本来我就准备的哈。然后接下来你看，玄奘大师到了那烂陀寺为戒贤论师请法，所以你看他到中国以后，玄奘大师并没有活很久，传说62岁到63岁的时候就往生。他的舍利子在西安大雁塔，某一部分的头盖骨舍利在保留在台湾。我这次去中国九华山跟峨眉山九华山跟庐山回程的时候，在南京有一个寺庙里面也供玄奘大师的部分舍利子，所以我很高兴我这辈子看过玄奘大师的真正的舍利子，头盖骨舍利两次，我顶礼的时候非常感动，希望佛教徒能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好，最后我们念回向文，请合掌啊，我们一起念：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为。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找到图片。好，等一下啊，一起念。然后今天晚上讲经就讲到这里。好，看幻灯片，我们要感恩释迦牟尼佛的恩德。若释迦牟尼佛没有讲大乘庄严宝王经啊，我们也不知道他过去是在因地的时候拜过文殊师利菩萨做老师，他也修过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也救过他。好，请合掌一起念：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好，谢谢各位，今天讲经讲到这里，不好意思耽误一点点时间，跟各位道歉，明天见，阿弥陀佛。